还有一题哈，那个早上数学函数有一题，那个就是乐透彩这个中奖几率的统计，那这个是101年、102年哦。不过其实在，Google 你可以输入那个什么大乐透或乐透彩的开奖历年资料，在网络上都有全部开放资料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想知道，年度这么多里面哪一个号码出现几率最高？然后呢，你可以做一个趋势分析，哪一个可能在某时间点里，它出现哪个号码可能几乎会出现的话，那你当然可以预估一下，然后呢，把最有可能那些号码把它做一个就是也许把那些号都买了，然后也许会不会几率比别人高？当然我又不能这样讲，因为这可能涉及到。那我只是跟你讲说这种方式，而且网络上很多人就是算名牌的。而且像我也要这些东西甚至也有人他就是很想要学什么，学名牌而已。他说其他我不想学，我只是想要。那我跟他讲说，我们都想教，这不算名牌，因为我不是在算名牌，我是教你怎么用 Excel 函数嘛，你搞错方向了那我之前还遇过一个学生很厉害，他把所有的那号码那些都收集，然后请我帮忙分析了，然后怎么可能不过他很用心，我说我可以教你们分析。然后，他可以把这些方法，就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财富了吧？不过这个 OK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要算的什么几率，101年的几率是多高？那特别注意这个几率的话呢，101年各位下载下来，其实关键的其实只有 B 栏到 J 栏，其他资料都是其次的，都不重要。为什么？B 栏到 J 栏，因为其会开6个号码，加一个特别号。那101年刚好 Ctrl 一下，开了100.1嘛，99.7，所以总共的话呢，就是7乘上99了，所以等于是693，也就是有693个号。那这个号码里面呢，一号出现几次，二号出现几次，怎么做？那我们也不是只有次数，我们要算它的几率是多高。那几率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把它出现的次数除以总共的号码的次数，那693嘛，OK，那得到这个几率。那几率的话，如果我要用万分之多少的次好了，因为如果说你用0.多了，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理解了。如果万分之多，看起来比较清楚，那该怎么做接下来第一个，我的算一，先把游放第二，然后呢，按续键这七个码选起来，然后 Ctrl Shift 下就好了。那这范围呢？因为底下一样会用什么？用那个抗着 if 嘛，所以我习惯，如果大范围，建议都把它定义成一个名称。那名称的定义刚刚是因为我的名称在上面，所以用从选项为建立。可是如果像这个是它的名称在上面的话，请记得第一个方法，注意一下在 Excel 的那个左上角这个四方这框框有没有？你可以输入一个名称。比如说这个名称，不过名称就是不能用数字开头，你不能说数101年不行了。所以我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前面2个字好了，叫开奖01好了。在这边的话，我叫开奖，跳掉了，开奖101。这个为呢叫开奖101然后呢，这个一样方式，记得要 Enter 因为之前有同学。打完问号按 Enter，它又恢复了。Enter 表示说这个范围叫这个名称。第二个102年一样，选取第二，续键按住然后 Ctrl Shift 向下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开奖102，Enter。好，那这样定义我觉得还蛮重，因为未来你都资料量大了啦，你不给它用名称的话，让它选来选去真的非常麻烦，而且还要切某工作表。如果你用名称低你不管这个工作表在哪里，F3 就可以了，它会帮你自动抓到那我们去统计，第一个我们先几率部分的话请你先用那个 CONIF，有用过，最近说 CONIF 呢，算什么？哪个范围？比如说开奖101 F3 乘101，里面帮你找什么一号？那一号刚好在 A2，你用这个地方选 A2，它就帮你在这个开奖101这个范围里，
比对一下，里面有几个是一号的，比出来的话呢，哎，17个，OK 哈，然后你当然看，你可以向下满，全部算。不过呢，我们不要次数，我们是要基，所以基的话呢，其实是什么？除以它的总投啊，你用 counter A，counter 跟它都可以啊，因为 counter 是算数字，counter A 是有值啊，里面全部都是数字，也都全部，所以用哪都一样哦。所以简单的方法，把后面前面的公式哦，control C，control V，然后把 if 拿好了，这样会比较快。然后把那个后面这个参数拿掉，哎，要打勾这样，哦，算出来0.0245，现在一堆哈，哦。好，可是呢，如果今天呢，我要把那个100年算完了，102呢也是一样。所以其实哈，如果用名称来代，太快的方式是。这个公式呢，Ctrl C 或复制，取消一下，100年把它贴上。那其实名称有个好的地方，把它102，完之后 Enter 了，你会发现呢，哎，居然也算好，哦，所以呢，名称非常好用。以后呢，二三四五六就反正就是改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效率我觉得很快，而且不用再切来切去，哦，这样是真的是方便。所以有很多只要是大量范围。一律使用名称来配合 F3，OK，好。可是再来呢？如果我格式，我希望改成万分多少的格式啊？请注意一下，哎，我把这整个范围，然后一选起来，按滑鼠键，储存个格式哈。那如果说我希望的格式是万分之多少的话，那我可以用看里面有没有已经有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制定一下。制定什么呢？因为我万分之多少是，个十百千万，哎，五位嘛，啊，那前面用过一个符号，不好，请你输五个万嘛，哦，五个问号，那个斜线除以1万，这个时候你发现哦，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万分之少的格式出来，啊，特别啊，前面六万的话有五个问号，因为个十百千万五个。所以它会怎样帮你乘上一万，然后呢，帮你把你它会弄进来，所以取到是那个的100位的值，哦，所以按确定之后，你可以看到，记得哦，问号加一个斜，然后中间有空格哈，哦，空格，这个有空格，我看一下，那就是这边加，后加空格哦，按确定，好，万分之多的几率马上显示出来，OK，哦，哎。再来合计，合计的话就把两次的积全部加在一起，等于这个加这个，向下填满。那排名的话，再用什么 rank 函数啊？不在2010都叫 rank EQ 啊，rank 点 EQ 啦。那如果是2007以前的版本呢，就 rank 啊。OK，排名的话呢，哈，那最后加入一个函数，使用的统计类的函数，里面会有个 rank，RANK。那如果你是旧版的，就用那个 rank，入新的2010以后哈，点 EQ 这个按确定。Number 指的是你成绩，不，你的那个合计结果。REF 指的是全部的，指的合计这底下啊，你就把第二 Ctrl Shift 向下，第二其实或者打第二到第43，OK。那记得把 REF，这个 REF 指的是参考范围。你现在的资历，你现在的总 total 几率，在 REF 这个范围里面排第几个？哦啊，当然底下有说第三个是 order 了啊，哦。如果零或省略的话，哦，零或省略表示递增，那一般一零或一啦，一的话呢表示递减。那当然哈，哦，我们是多的放上面，少的放下面嘛，所以基本上就预设零就可以了。当然你可以打零啦，不过我习惯就是省略就好了。OK，确定。啊，不过我记得哦，第二到第43记得把它锁起来，F4。好，然后打勾，向下填满。OK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排名给做出来。OK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最后当然你可以怎么样把那个。前7名的哈，比如说排在前7个，可以把它用格式化了。比如说哪些号码，
排在前七个，那最后可以设定格式化条件的。我这个自己再新增一个规则，如果只包含这个格式化包含下列的储存格，如果储存格的值小于等于七的话，设定格式，什么格式呢？哎，字是红的，好了啊，然后填满黄的，哎，按确定。这时候你会看到哈，往下哦，当然后面七的话是12号、21号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2728，然后3334、39，七个号码几率最高，好，OK。那如果当然你有平常在买那个乐透彩的话，也许下课的时候哈，参考一下。不过仅供参考了哈，你不要没中。不过其实你要资料要越客观，当然你可能还要再去抓历年更多的哈，比如说你大乐透关键字打下去，或者打一个历史资料好了，其实网络上都有哈。